To my love in my dream.陆谨言，今天看你忍痛站在那儿，我真的很心疼你。陆谨言，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。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他不是许西西。你怎么知道？从他醒来之后，我就感觉不大对劲。他对佣人很友善，对工作也不再推三阻四，变得很积极乐观。他很在意身边每个人的感受，虽然对周遭环境还有些懵，但依然会尽全力不让身边的人失望。再苦再难好像也打不倒他。这绝对不是之前那个刁蛮跋扈的许西西，这是换了个人，不是失忆。那他对咱们的调查还有利用价值吗？现在疑点太多，还需要继续观察。守护的秘密，不需分外说明的哭泣，无关身份，记忆与姓名，奔赴向你，就算需要逆光前行。It's you, my love.深藏在心，无人能代替。It's you, my love, living in my heart, 让我如此坚定。I feel you more, I love you more.做的什么梦啊？大小姐，您起床了吗？我起来了，你进来吧。